Professor, I'm here to say goodbye. I asked in the National Student Office for leave. I will fly back to China 2 days after tomorrow. Leaving so soon? Not going to apply for a suspension right now? I've already sent my application, and I'll send the hospital document from China. Why not ask your family to get the document and send it to you so you can leave the U.S. with a suspension certificate? Are you so anxious to see your mother? I saw my mother lying in ICU in a video call. I can't wait one more minute. I want to go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So,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your feelings. Don't be too sad. Take good care of your mother. And I wish her to get well soon. Thank you. Professor Anderson. Laura, you can come back later this afternoon. No problem.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two. So,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to continue your studies here as soon as possible, once your mother's getting better. Try not to drop out, okay? Stanford is my dream. I won't give it up. I promise. That's a deal. Thank you, Professor Anderson. Goodbye. Goodbye. Monica， 我要提前退房，剩余的房租你可以退回我吗？你干嘛要搬走啊？你谈一个男朋友也不能这么快就跟男朋友同居，太快了。同什么居啊？我没有谈恋爱，是家里出了一点事儿，我必须要回国，大后天就走。你要回国也不至于退房子啊，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吗？有这个可能？那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是吗？妈妈出了车祸，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在未来应该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God， 萧青，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I'm so sorry。应该是我说抱歉才对。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我对我爸妈说抱歉。我爸妈是最勤勉的工薪阶层。我爸的工作可以算是国家公务员吧，面上钱不多，但因为掌握关乎他人生死的权利，所以有很多的灰色收入会主动找上门来。你不知道我亲眼看到过多少次我爸把他们拒之门外，可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有一次有人主动送东西过来，因为我很喜欢，我想要，我牢牢地抓住不肯放手。后来等客人走了之后，我爸把我揍了一顿。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很记恨他。我没有办法理解，明明是别人主动送给我们的东西，我很喜欢，我想要，我不偷我不抢，但我为什么不能有呢？直到后来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我要感谢我爸，因为他的坚持拒绝，才让我们家有这么多年的心安理得和平静幸福。
是我们家的经济支柱。我留学的所有费用，生活费、学费，都是我妈靠着辅导音乐艺考生赚的外快。我花的钱，都是她一堂一堂课教出来的。有时候，甚至于她要连续上八个小时的课。所以，我爸妈对我来说，就像是我这辆车上的两个重要部件，一个是方向盘，一个是发动机。我原本很自信，我觉得我很优秀，那是因为我足够努力。但这次的意外让我看清了一件事情，原来我的优越一直都是父母的负担，而我的机遇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以为我凭自己一步一步走上了更高的台阶，但其实我每一步的脚下都有我爸妈在为我添砖加瓦。而在这种时候，如果我还只想着自己攀登，那我太自私了。我不能让他们为了成就我不敢享受，不敢旅游，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命。走之前，我把行李收拾好，先存在你这儿。一旦真的确定休学，还要麻烦你帮我把这些行李寄回来。没问题。谢谢你，莫妮卡。其实啊，小晴，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想。其实，有这样的爸妈，有这样的家，让你惦记着，是一种幸运。隔着千山万水，还心急如焚，那是幸运。不然给你一个没人惦记你，你也不惦记任何人的轻松试试，就像我一样，还好有个酒，有帅哥。Where is the elevator? Oh, just behind you. Take the corridor. Okay, thank you. My pleasure.说说，你到公寓了吗？我还没有。啊，你没去陪我妈？我学校这儿还有点事儿，没请下假来。我如果一会儿早结束，我就过去陪阿姨。啊，没事儿，你先忙你的，你别耽误你自己的事儿。
你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阿姨情绪不太好，是怎么了？回头见面再细说吧。你还在学校呢，上课呢？哦，对，现在课间，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那我一会儿这儿结束的早，我就过去陪阿姨，然后告诉你一声。晚上见。嗯，晚上见。拜。在谈舒彻和妙莹的婚事之前，你知道我会先说什么吗？啊，我知道，错在我处理这件事情，我确实有疏漏。我成就你的事业，你却在这儿动摇我的家庭。姐，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如果早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行了。这事儿我不想往回倒了。这回我来美国，除了孩子的事儿，还有一个目的。这事儿是因你而起的，所以你一定要给我个交代。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料理干净，让这个女人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您放心，这件事情我负责到底。试过了，怎么都说服不了他。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反对他们结婚的理由。何况咱们谁不希望他们早点在一起啊？妙莹是我早就认定的儿媳妇儿，我也巴不得他们早点结婚。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可我总有种预感，他这次会耽误了这俩孩子的幸福。你还别这么想，只不过是权益而已。怎么才能阻止他们俩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如果让他们这次结不成婚，不能是出自咱们的反对阻止，只能是妙莹拒绝舒彻。妙莹她怎么会拒绝舒彻呢？让他知情。你的意思是说，你把我们的关系和计划全部都告诉他，和盘托出。只有这样，妙莹才知道他跟舒彻的婚姻会影响到全局，才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这样会不会很冒险？妙莹会不会告诉舒彻？不会，我对我的女儿非常了解，她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替所有人考虑的好孩子，她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到过第一位，也从来没有放纵任性过，所以我对妙莹会做出的决定有把握。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不得已，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吧。你怎么来了？什么情况？你真想回国啊？我听你舍友说你妈出车祸了，严重吗？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还在 ICU， 就算出院，应该也需要做长期的康复。上回我来你哭是因为这事儿吧？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后天。后天几点？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打 Uber。哎，没事，我送你啊。几点？你要是不说，我也能查着。那你打算回去待多久？不知道。计划什么时候回来？没有计划。啊？那你暂时还不打算回来了？有可能吧。不是你妈情况好转了，还需要你陪吗？你不就可以回来继续念书了吗？我不想再说了，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爱吐槽的怨妇。哎，你说，你的问题在我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你的难处是因为钱吗？哎，如果要是因为钱的话，我爸说，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哎，你干嘛不找我们帮忙啊？让书彻给你介绍点少年宫，我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些赚外快的零工，是吧？再不济，我还能给你借钱贷款，帮你交学费。你有完没完？说什么了呀？你没有句温柔的谢，你也不至于这样啊。我没有把你们当成是我的朋友，我也没有权利需要别人来帮助我。朋友在我这边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信用卡。你是不是还在因为那车的事生气呢？哎，这件事情是我错了，我让你背锅，我保证向我爸解释清楚，还你一清白。不用了。反正我也要回去了，在你们这儿到底白不白，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小青，你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太介意、太纠结了？你的情绪我不是特别懂，而且我爸也没有再问过这事儿，更没有问过老汪，他早就把这事儿忘在脑后了。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朋友的原因。你爸随手一送，转身就忘的一个念头，你随手一赌，轻易就输掉的一个赌资，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一个道德污点。不是，怎么就污点了？没人误会你啊！哎，你说谁误会你了？我向他们一一解释清楚去。不必了。不是，你为什么老是拒我一千里之外呀？是因为我们家有钱吗？是不是为了维护你神圣自尊不受侵犯，只有穷人才配做你朋友？哦，我有钱，我的好意对你形成了刺激，构成了侮辱，是吗？你把个人尊严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你是内心强大还是心理虚弱呀？你有钱，你了不起是吗？你有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有钱就是一切，对吗？钱是不能解决一切，比如我喜欢你这事儿，钱就解决不了。后天你等我。连我都被感动到了，萧青，你可真沉得住气耶！我打赌，你回去很快就会回来，因为这么有钱、肯花钱但又有情的男生，怎么可以错过？
车。对不起啊，我今天没能去陪阿姨。没关系，忙完这几天，等你有空再说吧。你说阿姨她昨天情绪不太好，是怎么了？我妈跟我说，我爸出轨了。跟谁？不知道。但是我直觉我妈知道，她只不过是不愿意告诉我。那然后呢？没然后，我妈什么都不肯说，就连我爸出轨的事都是我逼问出来的。以你爸的身份地位，这种负面消息不亚于核弹爆炸。那，你打算怎么做？你要去问你爸吗？那不知道啊。我想等我妈跟你爸见完面之后，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我得知道更多的事儿，我得知道我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还要确定我爸跟那个女的到底有没有断，然后再决定怎么做吧。哎，你说，你爸这事儿跟咱们结婚有关系吗？想不出这两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因果关联。那你妈这次来对咱俩结婚是有什么态度？她还能什么态度啊？她肯定是听我爸的。还是反对，我再跟他聊聊吧。你是我女儿，我当然希望你幸福啊！而且我相信，舒彻一定是给你幸福的那个人。爸爸是个市长，你又是一个上市集团的大股东和继承人，所以注定你们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你想想，你们的婚姻怎么可能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这么简单呢？你从一出生就肩负着家族的使命，你知道吗？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不能仅仅为自己考虑，不能那么任性。我不反对你跟舒彻结婚，我只是建议你们晚两年结婚。晚两年。哎妈，你以前没见过程叔叔吗？没有，没见过。我爸也没见过。一个主管程建，一个是本市著名企业家，就没有在任何的商界活动当中碰过面？没听你爸说过，应该是没见过。
今天也算是双边首次峰会的重大时刻啊。舒夫人，终于见面了，幸会幸会。程总，幸会。早就耳闻市长夫人雍容华贵，今天让我一睹风采啊！哎，我人老珠黄了，程总现在才是男人最有魅力的年龄。妈，能不能正常说话？怎么不正常了？你们可以相互称对方为舒彻妈、妙莹爸，要是再这么夫人啊、总的，我强烈要求退场啊！你说这孩子，哎，如果从彼此知道算起的话，我跟你妈也算是老相识了。是啊，早就想见见妙莹爸爸了，听都听成老熟人了。这么说话多舒服啊！哎，咱们别站着了，吃饭，入席啊，请请请。哎，舒彻，你妈来了好几天了，没陪她出去四处转转。啊，留学生的生活特别没自由，每天课都是满的。我看看这两天能不能安排出时间来陪我妈去转转。哎，对了，昨天妙莹还说要请假去陪我妈。啊，你昨天去我公寓了，我怎么不知道啊？阿姨，我昨天没去成，我没请下假来。我改天去陪您好吗？哎呦，你们功课忙，阿姨不用你们陪。那这样，我让公司安排车和人陪您四处转转。也行，不过我这人很随性，也不想天天出门。保证安排的张弛有度，您想去哪儿转，想吃什么，您就跟他们说啊。嗯，程叔叔，妈，今天正好双方家长都在，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说一下。虽然之前我爸还有我妈觉得时间不合适，但是我跟妙莹还是决定我们俩要结婚。我们会在最近挑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市政厅注册，然后把范围控制在最小，找一群最好的朋友小聚一下，也就算是我们结婚了。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婚礼的仪式。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祝福。哎哥，你要不要一个结婚引领指导啊？我可是在美国结过婚的人，我很有经验。你丢不丢人？对不起，孩子办的淘气事儿。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我祝福你们。谢谢程叔叔。妈，放轻松，您放心，我在注册之前会跟我爸好好的聊一聊，争取得到他的谅解，不会让您为难的。舒成妈，咱们应该祝福这位孩子。舒成，妙莹，我希望你们的爱情永远不被身边的利益所困，也永远不要为周围的诱惑所扰。无论今后发生什么样的变故，产生什么样的误会，一定要坚信彼此的爱，永远不要分开。爸爸祝福你们。谢谢叔叔，我们会的。今天没有事前跟您打招呼，征得您的同意，就擅自跟程叔叔宣布这事儿，您不会怪我吧？妈怎么会怪你呢？我只是希望将来你在回想起现在的事情的时候，不会怪我们。我为什么会怪你们呢？
是想跟您谈谈我爸。谈你爸什么？关于出轨。那都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没什么好谈的了。可是前两天您提到这个事儿，您还是没有从这个情绪里摆脱出来，这不像是过去的事儿。我那天晚上我是情绪失控了，那是因为我倒时差造成的情绪紊乱，那不是我的正常状态。我希望你不要把我那天说的话记在心里，本来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事情的。真的，真的已经过去了。你爸保证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现在他每天正常上班，正常回家，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都过去了。你不要和你爸交流这件事情啊，更不要对外人透露一丝一毫，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箱子就寄存在你这儿了，就放这屋。我还是把它放到储物间去吧，不能耽误你这里其他租客来住。没有新租客，你就放这儿吧。你不打算把这儿继续租出去吗？留着的，等你回来。我不一定能回来。那就等你确定不回来了，咱们再说。谢谢你啊，莫妮卡。谢谢我什么呀？谢谢你让我知道欢乐都是短暂的。抱歉啊，没有立到你的志。不会啊，因为同理，痛苦也是短暂的。好吧，你懂辩证法。这些都送你了。都给我呀。嗯，这套挺好用的，海洋系列，我从国内带来了很多，你试试看啊。那我就收着。一定是赌咒发誓今天会出现那个人来了，我去看看。Professor Anderson. So, I thought you and your parents had discussed your plan to take a leave of absence from school, but it was just your own idea. My dad doesn't want me to go back, and he doesn't agree with the absence.That's why you blocked him? How'd you know that? The way you did this was simple and unthoughtful. It was a disgrace to your own major. Who told you that I blocked him? Of course, he himself. He contacted you? He had to, since he couldn't reach you. He called and hoped that I could stop you from flying back to China. I don't know if I can be successful, but here I am.I want to reach a consensus between all of us. And now, it's the time for you to talk. Running away is not a good way to communicate.青儿，你现在在哪儿呢？我准备马上去机场。嗯，青儿，爸知道你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也知道你这孩子一旦做出了决定，别人很难改变。但是在你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你能不能听听你妈的想法呀？我妈？她能说话了吗？还不能，但是他今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但清醒了，还能写字了。我让你看看啊。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笔一画吧？你妈的每一个字儿，就是咱家的一大部分。